お。横纹细节拉开一点哦，因为中间还有两竖。折，哦，这一段短，这个撇要直一点，再弯。这个竖啊，他倒没有想要写的中锋略侧。支点的话一定要够饱满，一波两折三折，哎，瘦，哎，这个是短的，挑横画细点，注意均间间隔距离要差不多，横画细。折往内，然后右细，保持一个弧度，绕上来，撇短纳长，起短的，短的，短的，折，折。绕动一下，弹上去，吸，撇，点，撇，点，撇，点。啊，注意一下，在这撇点撇点的时候，注意这个间距啊，随时都注意这个间距到底有没有太夸张的。好，洗汗，点点带起来，点扭上去，哇，他这边把它串起来写的，串起来写就先写横画吧。好，注意横画间隔距离均间，细的细的后面重按一下，这一次从这里开始撇。点点到后面要重按一下，明横画细，横画细，跳上去，竖撇，横画细，折，弯过来。有点小小弧度哈，因为它实在是太重了，不没有弧度的话，这个字就会板掉。永点呢，测一下，那产生弧度，起笔直一点，撇，那铺开送出。平，折，撇过去，折，撇过去，瘦的，哎，中按，饱满，支，点，挑，这比较写长，逆回来，弧度，弹起来。